你继续下一个议程。临时动议，请主席主持。各位陈院长，各位李先生，那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出来的案子来讨论的，还是说对我们的会务有需要特别的指导的？我们一个长来，谢谢。会长，前任会长、兼任会长，还有副会长，还有我们诸位前会长、李监事师兄们，简单的一个报告，当年我当会长是5年前，我们向会馆基金借了钱出来做了一套很，我当认为了当时是礼服式的一个西装上衣，当然有很多的师兄啊，他们自己又花钱做了裤子，那现在已经进入又过了5年，那会长前一次啊，我去台中参加这个台湾区总会去扩大区务汇报的时候，我没有时间来参加我们的会长的促进会，那我不晓得当时这个会务促进会会长提的怎么样，我还现在还不知道，但是会长跟我提这个事的时候，我认为应该在今年啊，又第五年又进入第六年，应该是不是我们要比照以前我们通过的这个会议记录，就是每5年做一件很标志的西装的外套，这是代表我们新装会的一个精神跟团结，所以我呢大胆的在临时动议方面呢，我来提这个临时动议，不晓得在座的诸位先进前会长跟诸位李监事师兄们有没有附议的，至于细节的问题，应该我们授权会长啊，跟兼任会长啊，两位呢，辛苦一点，多用点心来张罗这件事情。那在座呢，如果认为我提的这个临时动议呢，认为可行啊，也是我们自己享用嘛，我们也是代表我们新装会的一个精神嘛，请大家能够呢鼓掌通过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我们的余会长的提案啊，那这个提案很好，那因为这个我们也是5年的，依照我们第32届我们的余会长那一届啊，有做一个决议，就是说我们5年哦，然后向我们的会馆基金啊来支借支啊借支50万元哦，那么分5年来逐年每年来摊还。那么也摊完，从32届到我目前我36届，我这一届已经都摊完完毕了。那接下来是不是说要再来？大家如果现在没有什么意义的话，我们来着手做这个事情那我会跟第一副会长来研议，我看是不是说再来向会馆基金来借支这一笔费用，这样还有没有其他的？指示跟指导一下，就这样。那我们用会馆基金来支出，来借支这一笔费用，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？我补充报告一下，我可以调出我们以前的会议记录，我们那时候是全部李监事在大会上通过的，因为那次要第一次借会馆基金了，所以在大会上通过，在我们会员大会也通过。就是说每5年借支做会馆基金50万，但是会长要每年摊还，当任会长每一年摊还10万，所以对会馆基金并没有造成任何的这个损失的问题，所以这一点呢，我向大家呢再重复的报告一下，这一个已经用通过。好，谢谢我们的院长哈，那我有通过，我们就是要依照我们的依这个记录来下去执行哈，谢谢余会长。有没有其他的？钱会长，主席鸣钟宣布闭会，请主席主持。新庄狮子会第36届2010-2011年度12月份李监事联席会议，会议结束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